微微九表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孩子。美女主播多高？我净身高165啊。有什么故事？呸！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可以点关注啊。能问答给你们。晚场有气氛组，白天有吗？晚场有气氛组啊。白天你想要什么样的气氛组？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们加上。对，你们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啊？是小清新啊，还是要那种 DJ 呀、啊？谁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可以带你们逛逛我们店啊！可以带你们逛逛我们店。你们快点，我们点到10000，我要站起来了。我的腿已经瘫痪多时了、他们不想让你站起来，你们让我站起来吧。他不想能不能让我站起来，迪迪来个热舞。你们点赞呀、你们点到10000好歹先让我站起来吧，都不站起来上哪舞的起来啊？站起来，先站起来吧。迪迪在想要啥气氛没有，就是什么风格都超爱是吗？表演又长寿，你这个不是，你这个不带口令还容易误导我，你赶紧就去把这个，你知道我楼上读这个你知道吗？快点手指舞比心啊，1000点赞4000了，你看一说让我站起来他们立刻就点了。不行不行吧、你别，你先别点关闭，提醒了什么也违规对吧？肯定是、这个能不能提前开奖啊？好像开不了耶。不是，因为我怕再提醒就可能都不是7天的事了啊，你懂吗？就是特别危险。你看差点被带那个芳芳，芳芳可以给我榜一榜二点点关注哦，芳芳，芳芳问问题的可以给榜一榜二点点关注哦。迪迪唱歌不违规，那行吧，你们点首歌吧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你们点首歌吧。你直接来个才艺场，好吧？才艺展示，才艺展示时间、好吧？你们可以点点歌啊，你们可以点个歌。危险危险危险，好久不见。云朵上的梦是什么歌？忐忑。你确定你要听忐忑啊？大中午的听忐忑吗？猪之歌。猪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好汉歌，你们能点点正常的吗？符合一下我仙女的气质吗？你们点好汉歌，这种歌只适合峰峰这样粗犷的汉子来唱。峰峰你会唱吗？我粗汉吗？你粗犷。我粗犷吗？你不粗犷吗？红颜知己没有听过，我们点点那个就是能那个的歌吧、好不好？铁窗嘞，大家有那个粉丝灯牌可以上一天不看浑身难受，那抓紧时间给我们点点关注，这样每天中午迪迪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收到提醒了。刚刚有人说左手指月，太看得起我了，萨顶顶的歌你都点，你太看得起迪迪了哈、你太看得起迪迪了啊。我们这样吧，带大家从展厅的那边逛一下，然后你们可以猜猜颜色，猜猜车、好不好？你可以猜猜这是什么东西，好吧？大家走一圈，走。